最多的日本电视动画作品哦，那就是魔法少女小圆。那今天呢，我们的杜琪以及哈娜所要扮演的角色分别是佐仓杏子以及美术沙耶加魔女化之后所出现的人鱼魔女哦。那这部作品呢，其实非常非常颠覆我们一般习惯里面这种美少女变身式这样子的故事哦。那一般就是说，哎，我们的美少女经由祈愿，她有一个想要拯救世界的愿望，变身之后来拯救世界。但这部作品呢，其实完全反其道而行哦。这些变身为魔法少女的少女们呢，最后居然步上的末路就是成为他们所要讨伐的魔女。借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来讨论，哎，所谓少女的祈祷这样子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那也许到了绝望的最后呢，是不是会生出希望？一部非常具有深度的作品哦。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欣赏的是由杜琪以及哈娜所带来的《魔法少女小圆》的演出，掌声欢迎。苦しいよ。